敲碎你的猪头。太监，下车。太监请。一看就知道是来劫法场的，就不知道装一装。你们就在这些人里面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敢不敢出来。只要你们一现身，就算你们轻功再好，也休想逃出我两个狙击手的视线。那时候。就要开始比武了，下面我再把比武的规则重新说一遍。守规矩，谁要是不守规矩，
就枪毙谁。都听清楚了吧？别啰嗦了，快开始吧。就是。最后一条规则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每一个人只准比一次，不管是输是赢，就只准比一次。好了，现在我宣布，比武正式开始，请日本武士上台。现在该轮到中国人上场了，谁打这第一场呢？我。姑娘家的，我打第一场。没事，放心。危险呀！没事。别去了，闺女，你不能去。我们的大英雄廖天生，好，他就是绣花针，好样的，绣花针，好样的，看我怎么收拾这帮小鬼子。哟，小鬼子长得还挺俊，你就等死吧。哼，就怕等一百年你也等不到啊。怎么就知道呆子似的直瞪眼？你到底打不打？不打就滚下去，换个敢打的上来。嗯，不必多礼，等打完了再跪也不迟啊。娘，小鬼子功夫可以，就是脚好臭哦。打得好，打得好。哎呀，想要老娘的命啊，没门儿。我想起来了，刚刚踩了狗屎，忘了擦了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，踢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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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打，打他，打死他，打死他。
都没正形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，我宣布第一场中国人胜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有请获胜者入座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，够汉奸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，秀恩爱，好样的，好样的。就是鬼子留下四位大侠的办法。我们有很多狙击手，连队长请不用害怕。你指望的人早就见阎王了。都别吵吵了，第二场比武马上开始，中国人谁来应战？谁呀？兄弟，他是不是铁头侠？大侠，你可是鬼魂，他不肯说话，肯定是鬼魂。鬼魂是鬼子叫的，他是神差，他是神仙差来杀鬼子的。来人，请自报姓名。你神经病呀，不说话的就是神差铁柱。好，第二场比武开始，请。
想要报仇的话，也不用这么急吧。等比武之后，我等着你。希望你也会好。只要你挡我的路，我就一定会杀了你。好，我等着你。都下去，继续比武。哎，夏木，你为什么不下命令打死他？连队长，请息怒。他们还有两个人没有露面，等他们全部上台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哼！第三场比武开始。来的中国人，报上姓名。你不是中国人，你是哪个窝的？李翔，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们，吓死他们。宋无娇，不是，你是女侠宋无娇。对，叫女侠也好，鬼子听了尿裤子了。宋无娇。来吧，看看你的下水是不是铁打的。
吵什么吵？第三场，中国人胜。你想好，你想好。还有两场比赛，马上开始。不是告诉我的不让你来吗？我想来就来，谁也拦不了。我不是想拦着你，你看不出这阵势，他们是想把咱们搓堆给杀了。要不信的话，待会儿打完了，你看他放风走了。你现在就可以走。我。自报姓名。杜大鹏。杜大鹏，他就是铁头侠杜大鹏。铁头侠杜大鹏，铁头侠杜大鹏，铁头侠杜大鹏，好，铁头侠请杜大鹏，请咱们是不是胜得太容易了？那是小鬼子无能。那也太无能了。来都来了，想那么多干嘛？呀！小鬼子，快下去吧，你不是他对手，待会儿骨头都被他敲碎了。呀！铁头侠，别耍猴了，跟小鬼子不用客气。第四场，中国人胜。山木，你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只有这样，才可以留住他们。咱们的杀手锏还在后面呢。高岛正一，嘿，找个武士把渡边武夫换下来。为什么？这可是最后一仗了，我们去。现在是最后一场比武，还有人敢上来吗？有。营长是想和他们在一起啊。
强栓杀了我们狙击手的那个人。嗯，各位大侠，只要听到枪声一响，就请你们马上离开。我们走了那几个中国军人怎么办？听他的没错，小鬼子拦不住咱们。他在试探鬼子的实力，有啥可试探的？打死他就行了。这就是他不同意咱们的地方。这是个善于用脑的人，如此善于思考的人，怎么也会往我口袋里钻？莫非他有闯出去的把握？不，不可能。把你们几个凑在一起可真不容易呀。但你还是做到了。也许你阻止过他们，但是他们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这你应该料到的。所以我也站在这儿了。你以为你们几个还可以活着出去？那就试试看。你还想试？没准儿我就能拧下你的脑袋。我的机枪和狙击手可不会让你这么做。你真的以为还有机枪和狙击手吗？那是你们的弹药和武器库，我们的队伍需要弹药和武器。
非常感谢你们把部队调到这儿来。日本妇女的败类，下一个就是你。你应该知道，就算我们全部战死，你们也休想逃出去。杀一个算一个，杀两个赚一个，老子怎么也赚他个十个八个的。别呀，十个八个的怎么能够呢？怎么也得几十个开外吧。我的绣花针跟机关枪似的，一出手就死一大片。他们的实力和勇气你是知道的，但是我要再提醒你一次，如果我再次举起手来，我保证第一个死的就是你，还有你的连队长。至于两挺机枪在这么近距离内的杀伤力，就不用我提醒了吧。那你想怎么样？马上撤走你的队伍，我保证不杀你。当然，如果你们不怕死，可以留下来，我们较量较量。撤退，立即撤退。连队长命令，撤退。连队长命令，撤退。王营长真是神了，难怪司令员都叫他木神风呢。太监，看来你们是真的不想走啊。要打就打，站着不动算什么？咱们走着瞧，奉陪到底。英雄虎胆，何罪之有啊？幸亏王先生，要不然这儿就真成了咱们几个的葬身之地了。可惜没把那几个人救下来。各位大侠放心，总有一天要让他们血债血还。王先生，这几位兄弟都是抗日英雄，我们把他们埋了吧，也算是给他们找个遮风避雨的地方。好。吴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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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侠，你是不是在找宋女侠？对，你看见她了吧？对，刚才看见她走了。什么时候？就在鬼子汽车开走的时候，那时候不是乱哄哄的吗？王先生，我得去找吴娇，他一定去找土肥原了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好，那这几个军人呢？这样吧，二位，有劳你们，将那几位中国军人安葬好。我跟廖先生去找宋姑娘。好。走。
姑娘。胡角，宋姑娘，你这么干是很危险的。王先生说的对，这样做总有一天会吃亏的。我用不着你管。宋姑娘，这报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这要从长计议。如果宋姑娘愿意的话，我王沐风愿意助姑娘一臂之力。多谢。胡椒，刘先生，给宋姑娘一点时间吧。铁大哥，喝碗水。好，谢谢。廖大侠，喝碗水吧。啊。杜大哥，喝碗水。杜大哥，嗯，摸下头。好。再摸一下，好，怎么样？你说这杜大侠真是铁铸的，鬼子东洋刀硬是连皮儿都砍不破，厉害！铁铸的，你给我铸一个看看。那是硬气功，顶个一两刀还可以，时间长了，照样流血。反正你们真是了不起。对了，还有铁柱神差的手，嘿，真硬，比子弹还厉害。哎，你说这子弹都打不进鬼子的钢盔里，你咋练呢？我知道你不爱说话，那就算了。铁柱神差，等你什么时候想说话告诉我就行啊。哎，你别摸我啊，我的头和手都不硬。我不摸你，廖大侠，给我看看你的绣花针行不？不行。为啥不行啊？就看一眼。没带在身上。我就看一眼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我真没带在身上。你骗人。那你说，那鬼子现在来了，你咋办？鬼子来了，我自有办法。哼，没带在身上。那是他小气。你说谁呢？你呀、啊！你再说一遍。你小气，咋了？别吵了，别吵了，我不看了。我知道他为什么不给我看了。你说的绣花针是廖大侠的秘密武器，他要给别人看了就不灵了，对不对？哼，这小兄弟还挺聪明，不像有些人傻了吧唧的。小兄弟，哎，这绣花针呢？藏在哪儿确实是一个秘密。嗯，等以后有了机会，大哥再给你看啊。好，好嘞，大哥，坐坐坐。哼，屋里多了个娘们儿。哼，王，嗯，王营长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王营长，你是？哦，我是八路军。原本想早点告诉大家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刚才我是去看了几个游击队的伤员，所以让各位久等了。你真是八路军？不像吗？那倒不是，只是觉得有点奇怪。为什么？八路军打鬼子我是知道的，只是没想到王先生对我们这些人会有这么大的兴趣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们名气大嘛。嘿，你们不知道，你们杀鬼子的事儿传得可神了，出去问问，看看有没有不知道绣花针、女妖、鬼魂和铁头侠的。小王，那又怎么样？啊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跟各位交个朋友，互相有个帮衬，一起杀鬼子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你们
相信吗？王先生今天不是已经帮我们了吗？对。王先生，你别误会，你帮了我们，我不是不知道，也不是不领情，只是我觉得王先生帮我们和我们交朋友，应该不是你自己的意思，我应该没说错吧？廖先生接着说。我觉得是八路军想收编我们，所以王先生和我们交朋友是其次，对吗？廖先生，第一点你讲的是对的，但是第二点你没有讲对，是吗？和各位交朋友，在关键的时候帮助你们，这的确不是我个人的意思，而是我们司令员命令我这样做。当然，能和各位交朋友，一起杀鬼子，这也是我王沐风梦寐以求的愿望。但是我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，首先要完成的是我们司令员交给我的任务。你的任务是什么？保护你们的安全。哼，王先生也不看看，在座的几位，哪个需要你们保护？你们八路军就不用替我们操这份心了。各位，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。和你们交朋友、杀鬼子，保护你们，那不是给你们当保镖，也不是像保护一般人那样保护你们。我倒是想听听，你们怎么保护我们。那好，我想先问问各位，你们知道你们自身存在的弱点吗？王先生是说我们武艺不精喽？武艺精不精，那得碰到比自己更精的人才会知道。那这个武艺更精的人，不会就是王先生您吧？廖先生，中国有句古话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口口声声说要跟我们交朋友，其实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我杜大鹏现在就想向你请教，看看我们到底有什么弱点。请。杜大侠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王先生不必多言，我廖天生也想向王先生请教请教。好啊，那既然三位都是这个意思，恭敬不如从命，请。哪位先请？王先生，请赐教。啊！
王先生，我输了。杜先生言重了，你没有输给我，你是输给了你自己，也是被你自己激怒了，操之过急啊。否则再打两个时辰，我们也未必能分出胜负来。我可没那么容易被自己激怒。那当然，但是廖先生，我看我们还是不要打了吧。为什么？莫非王先生是怕我的绣花针？王先生放心，我是不会对好人使绣花针的。这么说，绣花针是廖先生的拿手绝技了。要不大家怎么会叫我绣花针呢？那我要是能破得了你的绣花针呢？如果王先生能破得了我的绣花针，我廖天生甘愿受驱使。严重了，你就说吧，怎么破我的绣花针？介意不说话。王先生说吧，怎么破我的绣花针？王先生心细如发，智慧过人，天生心服口服。廖先生，我说过，我们是朋友，朋友之间只讲忠诚不忠诚，不讲服不服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铁先生，还要打吗？打。那好，就请铁先生用你的鹰爪功来抓我的手掌，抓住算我输，抓不住，抓不住，我断手。不，如果说铁先生要断手的话，到此为止。不断手，做兄弟。好。铁先生，快快请起。哎，不是说好了吗？做兄弟。大哥，哎，起来起来。既然说好了做兄弟，兄弟之间就不能讲这个。铁先生，刚才如果你不翻那个腕子，我的手掌早被你抓到了。好，这边请。手榴弹全都扔进院里。是。
这回是加大，只允许打五分钟，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只是一部分小分队，主力在攻打连队部。Go!
队长，小川中队已经在路上，几分钟就可以赶到。是不是把山木特别行动队调过来？咱们怕是挡不住王木峰这些人。放心，山木不能动，这是王木峰的调虎离山之计，我们绝不可以上当。嘿。这种办法让我们不知所措。从今天的战况来看，他攻击的重点应该是联队部。这是王沐风调虎离山的老把戏。如果是调虎离山，杨公是不应该用主力的，而且王沐风他们确实是在那边。这确实很难让人动。莫非他们攻击的目标是联队长和联队部？王沐风的目标就是油库，可他今天对联队部的攻击不像是虚晃一枪。现在可就看山木怎么行动了。我就不信土肥原的联队部受到打击，他会置之不理。他置之不理，有可能是鬼子的救兵到得太快了。这是原因之一。从战斗打响到鬼子中队来支援，中间只有五分钟，时间确实是短了一点。那我就打他的阻击。对，至少要打他20分钟以上，这样山木才有可能去救土肥原。干脆明天先不打油库了。油库一定要打，而且要加强攻击力量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山木摸不着我们的虚实。如果明天他还是按兵不动的话，我们就活捉土肥原，然后直捣油库。行，就这么行动。李队长，你记住，明天你一定要挺到油库爆炸。放心吧，我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挺到油库爆炸。陈政委，
你只打十分钟，然后去支援李队长。就你们几个人，行吗？在油库被炸掉之前，我希望油库的战斗是无声的。就不信，看着我们的人撤走，去打他的连队部，他会不动。无论土匪员如何，我都不会离开油库。如果王沐风他们不来油库呢？像今天一样，王沐风一定会来油库。原来的位置不变，再从各个中队抽调200人。组成一个特别的中队，守住村里的每一个出入口，一定要把来偷袭的游击队挡在村外。另外，在我连队部门口也要增派一个中队，安排在附近的民宅里。就把小川中队调过来吧。嘿，去吧。嘿。今天的战斗想必非常激烈。报告。进来。山木少佐，油库的情况怎么样啊？今天受到小谷游击队的骚扰，油库目前安然无恙。对今天的战况，山木少佐怎么看呢？我认为这是王沐风的调虎离山诡计，他是想调开我油库的主力。他真实的企图还是油库。不错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连队长的伤不严重吧？没事，小伤而已。你认为王沐风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呢？明天将是他们炸掉油库的最后机会，天黑之前我装甲部队就会赶到。一旦我们的坦克装满了油，油库对于我们双方就毫无意义了。这个我很清楚，说重点。嗨。因此我认为王沐风将会在明天对我们的油库实施全面突袭。那你的意思是今天对这里的攻击就是对明天突袭油库的掩护了？是的，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让我做出错误的判断。那你看我现在的部署如何呀？连队长，你客气了。不是客气，这是师团长阁下的吩咐，请说。我认为连队长的部署并无不当之处，只是应该把调来防守连队部的一个中队放在油库的外围，甚至可以把封锁村子的200人也安置在油库。明天王沐风将会对油库孤注一掷，不会用其主力攻击这里。况且就算他们用小股部队骚扰我们，
小川中队也会在五分钟之内赶到这里。哼，所以说我这里是完全没有必要增加一兵一卒了。还，那么在你的眼里，我这个连队长也是可有可无了？连队长当然重要，但从全局来看，保护油库的安全才是第一位。那我去保护油库，啊，你在这里坐镇指挥如何？属下不敢。属下曾在阁下面前立誓，要与油库共存亡，只负责油库的安全。山木少佐，我土肥原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你想过没有？你动脑子好好想一想，我的指挥系统如果被他打垮了，我的守卫就会进入一种无序状态，那个时候守卫部队一旦瘫痪，油库还谈得上安全吗？连队长，王沐风不会再来攻击我们了，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和我们周旋了。哼，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王沐风倾其力量去攻击油库，我也能在20分钟之内赶到你那里。难道你连20分钟都守不住吗？王沐风他神出鬼没，防不胜防。我们只有实施周密性的防守，才可以保证油库的安全。混蛋！我这里就不怕他神出鬼没了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的布置是两处都坚固的，不会有任何一处让王沐风钻空子。你给我听着，你就负责好好守住油库，其他的事情我来安排，明白了吗？嗨，属下明白。出去，马上。嗨。混蛋！他就这样，你又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？我恨不得杀了这个蠢货！驾。老王，土肥原把小川中队调到他的连队部去了，肯定把这个王八蛋打怕了，今天可就难打了。但是他们回援油库的时间会延长，那他跑也要跑20分钟啊，狗日的，还是怕死。这样一来，给我们打油库是提供了时间，但是却给我们打土肥原增加了难度。那也得打他，打是一定要打，而且要狠打。可是打进去以后，以他们现在的兵力，你们要是想再冲出来，恐怕就很难了。老王，不要想太多，还是按照原计划办吧。只要你们几个出来就行。把打援的小队调回来打连队部，里外夹击。李队长他们冲出来是有希望的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可是老李，老王，别说了，昨天都说过了，只要我能拖住土肥原的这两个中队，保证你炸掉油库，我李长荣死而无憾。老李，谢谢。兄弟，收拾蛋。如果王沐风的目标是油库，那连队长就要承担全部责任。
谁承担责任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守住油库。可如果王沐风的目标就是要杀土肥原，和上次抓走木村一样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坐视不救的责任不亚于丢掉油库。王沐风的目标一定是油库。如果徐志流的主力已经溜出了包围圈，那油库对他们来说就不重要了。一个土肥原对我们来说也没有那么重要。报告，报告少佐，特别行动队已经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八路军开始进攻了。果然不出我的所料，组织进攻，一定要把他们消灭在我的大门外。嘿，王沐风啊，这次我让你有来无回。是联队部，看来王沐风的目标真的是土肥原和联队部。不，这是王沐风在声东击西。可这么激烈的枪声一定是他们的主力部队。主力是可以运动的，命令防守部队严加戒备。嘿，Oh!
就已经攻入前院，组织反击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快去！林队长，是不是马上把山木特别行动队调过来？我们怕是挡不住王木峰他们的。 后院有好多鬼子，我去炸了他们。再等等。如果统御员战死或者被俘虏，有没有想过你怎么交代？ 游击队的战斗力能有多大？两个中队不可能守不住连队部。可是王木峰他们现在就在那儿。至少，我们的油库是安全的。山木，见死不救是要受军法处置。我以为你是一直支持我的。我当然是支持你的。那我问你。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保证油库的安全。守住油库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也看到，现在油库一点危险都没有。现在安全，不代表永远都安全。等我们的坦克加满了油，我们的任务 算完成。好吧，你看着办吧。我是绝对不会给王木峰任何机会。 去了油库，是的，油库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。林队长英明，如果把山木特别行动队调回来的话，那么油库就危险了。传我的命令，全力往外冲，夺回中院，然后里应外合，把这帮游击队给我彻底消灭干净。嘿。 快去！老李，情况怎么样？鬼子是想夺回这个院子，放他们进来，在这里消灭他。好，我走了。把鬼子。
放进来再打。是。走。撤！快！让他火速赶到这里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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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开！喂，喂，喂，喂。来电话，命令你马上去支援他。王沐峰等人已经达到连队部门口了。这么说，他们真的在那里？看来王沐峰是要活捉连队长了。无论是活捉，还是杀了土肥原，对徐之流主力有什么用？王沐峰不会这么想。一个皇军大佐，外加一个连队指挥部，在他看来已是极大的胜利。他一定认为已经给皇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。在没有确定徐志柳的主力已经逃脱的情况下，油库不能不守。山姆，我们的装甲部队马上就要到了，如果我们现在回援连队部的话，说不定能把王沐峰等人消灭在那里。报告少佐，连队长命令你马上去接电话，王沐峰等人已经打到连队部门口了。立刻支援连队部！喂，山木，山木，连队长，我是高岛正义。立刻支援我！你这个混蛋！不要理他。山木，山木。
老王，老李，